娱乐圈一圈，同你圈出最想知嘅娱乐趣闻。热爆演艺圈话题，同你逐格睇。有颜值又有实力，韩星翻唱大热中文歌《想见你》。台湾丧尸喜剧进军多伦多国际电影节，受到观众肯定啊！记得今个星期五下午6:45和晚上10:20，大家围埋一齐娱乐圈一圈。